你也来。好嘞。干嘛？帮忙打开座位啦。这个橘子呢，吃下去特别的香甜，你知道吗？水分非常的足够，籽呢没有几颗，非常的好剥。这个是竟然刚才台湾米呀！我开始。哇，这是！是啊，我们是这是学校哦，特别为我们准备了那个。非常酸酸甜甜恋爱的感觉的橘子啊！啊，赞助商啊，来，赞助商来！快点，因为什么？黑美人老板娘啊！啊，这个水果，这个是纤维啊，非常的健康，非常好吃。维管束。Very juicy， 然后只做一个啊，这个算啦，100分，200分，好，好了啦，34分，好嘞，好嘞，等一下，你也要想一下台词啊，我呢？我要稍微介绍一下就是，干嘛英文叫什么？来。这个呢，水分非常的饱满，籽呢也非常的少粒，那吃下去呢，特别的舒爽 ，juicy， 特别的舒爽，这好吃的话要升天了，升天来，升天，什么呀？好笑，撒谎了 ，orange。柳橙，